杀戮吧？没有。这是一个有点算是现场即兴，然后有点是幽默自嘲的一个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。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化解现场尴尬的一个即兴的动作。对，那我之前回想起来，我也觉得蛮好笑的，就我瞎会干嘛？对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歌王是很难拿，因为其实我们 hip hop rapper 嘛，其实更多是在讲话，是在 rap， 他其实并不是名义上真正在唱歌，对，所以就是把我们放在那种跟非常会唱歌，然后很有风格的歌手在一起，其实我们是相对是比较有一点没有被那么看好，我觉得就是很实际的状况这样子。那德歌王现在心情应该就是。爽的感觉回来吧，还是还在惊吓中？我觉得我还在惊吓中。对，其实刚刚因为我一演完，然后我就被坐在那个位置上面，然后那时候我对我旁边的九零八八跟那个阿叶都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就冒汗，我的汗其实我觉得感觉都已经热到他们，对，所以感觉还在惊魂未卜的时候，然后就要颁奖，对，所以那时候还没有缓过来这样。那你明天会补你们一个超大礼物吗？可以啊，就是我平常就是都一直在买东西给他，我觉得他也不太缺说突然要买一个什么超大礼物给他这样子，平常就在买。OK， 本身女人就对了啦。很疼很疼，真的。那跳这么久，刚刚那个包是有史以来出道以来最大的包吗？我觉得可以算是前三名的，我觉得金曲奖就是他已经经过非常神秘的彩排，就昨天试了好多，这状况可能是在音乐节或者是 live house 可能很容易发生，可是金曲奖发生，就是那时候真的就觉得我是在做梦吗？我是就是是真的没有声音吗？我一开始其实我感觉我的麦克风是没有声音，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没有声音，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没有声音？所以我还是硬唱下去这样，可是后来发现真的是没有声音。那你当下怎么会就是做那个反应？当下的脑袋在想什么？就是我觉得一定要重来，因为其实如果他换第二次麦克风给我，那时候有声音的话，其实我可以接着演。可是结果第二次也没有声音，就第二次传给我也没有声音。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一定要重来，就是这个不然就已经很难再把它融回来。就重来 OK 啊，重来没什么问题。如果你在看头版的话，你会看到你下跪的那一关镜拿奖品。应该是下跪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下跪好了，因为其实我那是一个有点算是现场即兴，然后有点是幽默自嘲的一个，请大家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。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化解现场尴尬的一个即兴的动作。对，那我之前回想起来，我也觉得蛮好笑的，就我下跪干嘛？对啊，可是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把它圆回来那样。应该是大家的英雄，神救援。对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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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